刘金水生日之际，周深也送上了生日祝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又到一年盛夏，我们迎来了刘金水的生日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以神奇澎湃水能量润养肌肤，陪伴我们度过四季。有他在，即使是干燥闷热的夏天，肌肤也能始终水润透白。在这个流金夏日，让我们一起祝刘金水生日快乐吧！祝刘金水生日快乐，祝刘金水生日快乐，祝刘金水生日快乐，祝刘金水生日快乐。你有什么想对刘金水说的话呢？在评论区留言，送出你对刘金水的祝福吧。为何周深 OST 资源不断？倩芳说，周深是大多数 OST 首选的一位歌手，原因对方也说了，周深虽然贵，但是比较省心。周深本身有着不错的基础流量，这样就不容易犯错。不要小看了歌手的基础流量，一部出色的剧更需要以多种方式进行宣传，如果不选择周深，那么其实就等于白白失去了一部分受众。倘若选择没有流量的歌手，那么宣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尽管部分影视剧在有些时候可以靠着高质量作品出圈，但那毕竟是少数，前期的宣传主要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影视剧本身，所以选择有流量的歌手是非常关键的。周深的流量足够大，一盘摆在那里，同时相关音乐平台也乐于去推荐周深的音乐，等于片方花钱买省心，也不用自己去做太多歌曲推广。尽管部分影视剧在有些时候可以靠着高质量作品出圈，但那毕竟是少数，前期的宣传主要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影视剧本身，所以选择有流量的歌手是非常关键的。周深的流量足够大，一盘摆在那里，同时相关音乐平台也乐于去推荐周深的音乐，等于片方花钱买省心，也不用自己去做太多歌曲推广。